的话，他给我们三个边五跟七跟八，要求这个七的对面角应该多少？那我们就利用余弦定理或上一次就等于二乘以两边，二乘以两边八乘以分之平方减掉对面的平方啊，所以你这个就可以算出来，它的值呢是二分之一。那既然是二分之一的话，上一多少度等于二分之一，当然是六十度，算出来了，这样子。